也是穿在一个腰部辅助的外骨骼，让我们搬东西的力量会变大。那为什么我们搬东西的力量会变大？就是说我们搬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都需要肌肉吗？搬东西都需要肌肉。那我们的盔甲也会有一个机器人的肌肉，它其实是我们机器人的肌肉，大家可以摸摸看。机器人的肌肉也其实跟我们的人类的肌肉一样，是软软的。那我们搬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肌肉就会收缩就变硬嘛？那我们的机器人的肌肉也一样，也会变硬。大家可以摸摸看。对，那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加装了机器人的肌肉之后，在我们的盔甲里面，那我们搬东西的时候就力量就会变大。下肢的钢铁人，下肢的钢铁人的模组，跟我们不行的机器。那 我们的辅助外骨骼要怎么去判断说要提供这个辅助的力量？大家可以猜猜看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搬东西的这个动作？对，我们其实就是要透过意图感撑起来。那东西搬起来之后，我的腰都挺直了，那我的肌肉就会收就。 叫做石工长，经过这些介绍。